侦察尾杆，打开光电侦察系统，迅速对正面800、纵深1000的区域进行目标搜索。迅速前出，对前方警戒，一组进行掩护，二组继续前进。面对强敌对手和高度透明的战场环境，情报侦察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运用多种形式、多种手段，优化战法，利用好高原高寒条件下独有的自然环境，加强对新装备的磨合，提升分队的整体侦察能力。